小雪，以后我再也不是你的妈妈，你快离开吧。小雪，快离开，快离开，快离开！不要了，妈妈！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不是的，妈妈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妈妈，别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皇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小雪？是这样的，精灵仙子。小雪，这是妈妈在孤儿院领养回来的，他们很可怜，没有爸爸妈妈，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了。眼睛，已经好，你们好可爱呀。小雪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他们的大姐姐了，你要好好对他们。我会的，妈妈。快来吃饭了，孩子们。王后妈妈，怎么了，小小雪？我们不能吃饭。为什么？小雪姐姐不让我们吃饭。什么？我没有。但是小雪姐姐不让我们吃饭，还说我们是多余的。这样，王后妈妈，我们还是走好了。小雪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弟弟妹妹们？不是这样的，妈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想妈妈了，我也是。好了，小雪，你别说了，宝宝们，走，妈妈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。真是气死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揍你们。不要啊，我好害怕。小雪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能欺负弟弟妹妹们？我没有，妈妈，你看，是他们撕烂了我的座椅，还弄破了我的公主裙，所以我才生气的。我是的，王后妈妈，是小雪姐姐不想写作业，就自己撕烂了作业，还让我们不要告诉你。对呀，还说我们要是告诉你了，就不要我们了。我们很害怕。什么？小雪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就是这样。不是这样的。精灵仙子，你快用魔法告诉大家真相吧！我这就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精灵之力。姐姐，我饿了，我要吃汉堡。姐姐，我们也饿了。可是妈妈马上就做好饭了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很饿。那好吧，那你们一个人只能吃一个，不然一会儿就吃不下去妈妈做的饭了。好的。喵喵喵！姐姐，我们还要吃。不行，你们刚刚答应过我的。我们才不要吃王后做的饭呢，一点都不好吃。走，我们自己去找吃的。正是，我们走。小雪，别看书了，快陪我们玩。不行，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呢。哼，那你就不要写了。你干什么？让你看看我们的厉害。真是气死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揍你们。你才不敢呢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小雪，是妈妈错怪你了。小小雪，小小贝，小大宝，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，我现在就要把你们送回孤儿院。不要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不会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把他们送回孤儿院吗？觉得要的话就发送111，觉得不要的话就发送22告诉我，我听你们的。